因为我是最初也最初的恋人，因为我是最初也最初的恋人。好粗的一条啊！八大雄最新外课上发烧，最初的恋人藏秘这首诗，成为你报告所有头痛，想当你再多喝几杯酒，看到你幸福的笑容，真的像一巴掌之后。八大雄粉丝阻力啦，还记得当初的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吗？八老师再推出新作品《最初的恋人》，因为我是最初也最初的恋人。转一转，点一点。想开前麦克风 ，Testing， 因为我是最初也最初的恋人。好粗的一条啊！八大雄说：“我是个粗人，我什么都粗。”转发吧，各位粗恋！目前 YouTube 累积观看次数突破400,000次，站上音乐发烧影片排行 Number 7。没有最粗，只有更粗啦！网友听完也嗨起来，表示全部的人都给我出来听歌了，好想快点在婚礼现场听到这首歌啊！最初的感动莫忘初衷，不要把这首歌当我的闹钟，1.25倍听过之后真的回不去了。不要不要让我，不要不要让我，反正爱的不是我。去年爆红的放进去一下下，如今已是百万神曲了，现在就给大家回味回味一下。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。很多朋友聊天的时候啊，叫你出来你都不出来，是不是还没有拔出来？当然是个女生，你就要放进去一下下，很多东西都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了。比如说冰箱放一下啤酒，等下就可以拿出来，也是一样。所有的朋友不要乱查。你一开始唱歌觉得很害羞吗？会害羞。你会害羞？我会害羞，我还怕出门被人家。